主料山楂1000克，辅料冰糖蜂蜜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一山楂去壳洗净，二放入锅中，不能用铁锅。加入两碗水，适量冰糖，烧开后小火煮10到15分钟，三煮的差不多了。四放入搅拌机中打碎，五喝时加入蜂蜜。如果觉得太粘稠，可加少量温水调一下。烹饪技巧，不要用铁锅煮，用不锈钢玻璃的都可以，因为山楂会与铁锅发生反应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